投票结束，现在开始唱票。家驹，来来来，你上来，你是知青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报名和没有投票权的人，你来唱票。哎，就你了，上来上来。大家没什么意见吧？谢谢。哎，你去记一下。开始，开始吧。 天堂为知青农场197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，无记名投票，现在开始唱票。这次的候选人一共有赵继红、欧静、赖焕明三人。第一票，赖焕明、欧静、欧静。 欧静，欧静，赵继红，欧静，赵继红。 赵继红，赵继红，赵继红，欧静，赵继红。 最后一票。哎，家驹，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最后一票是赵继红。 我宣布。 选举结果：赵继红7票，欧静6票，赖焕明1票。根据选举结果，最后当选人赵继红，鼓掌！真没想到，你只比我少1票，只差1票，真可惜。请赵继红起立。 我代表天堂为大队评委会，热烈祝贺你，成为工农兵学员。贤广雄，阿伟，阿伟，阿伟，把话筒给他。阿伟，冷静。 我没意向大哥，冷静点儿，冷静点儿。阿伟，哎呦，我你干什么呀？贤光伟，你还没有尿够是吗？不，阿静，当不上工农兵学员没关系，我会让你上一个正式的大学。 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居然还高兴的起来！你跟我来。 结果，我拿自己的钱买的。
拿着。力哥，你知道吗？经过昨天的事情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你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我会好好做给你看的。不是做给别人看，是做给自己看。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里面去，而且我都会记住的。我给阿伟一个。这么早吃牛饭啊？你装什么积极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啊？哎，懒得跟你说，再晚了牛就把尿尿到尿盆里了。哎，当不上工兵学员你还不接受教训？我们现在这种人是没有前途的，你再积极也没用。你听我说，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新的家。我现在就怕你还胡思乱想。是牛屎啊！这是新鲜的牛屎，给我！没人夹，有人偷牛屎啊！偷牛屎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有人偷牛屎啊！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哎，别偷啊！别偷我们牛屎啊！哎，别偷我们牛屎，快点去还给我们！没，敢欺负我马子，偷牛屎当你小命！欧进，你还好吧？我们牛屎偷光了。偷就让他们偷嘛，你跟他们抢什么呀？啊！这帮水灾，这一夜把我们牛粪都偷的差不多了。阿静这个月的鸡肥任务又完不成了。哼！哎，想不想看西洋景啊？什么西洋景？走。我。看到什么了？啊？这就是你说的天堂？先让你看个够。坐。咱们这叫天堂围，那儿才是真正的天堂。哼，香港，我一伸手就能抓到。铁丝网那边就是香港了。嗯。不能往前走了。没事，我看你熟人了。来啊来啊，没事。香港也有熟人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们是干什么呢？别误会，那我们是天堂围大队的。天堂围。我怎么不认识你？我们是知青。知青来这干什么？那个我们来找那个何师叔来给他送农加肥，何牧养。哦。哎。何师叔，何师叔，哎，有人找。啊，来了。何师叔怎么跑香港那边去了？那是天堂围的地。天堂围在香港也有地。张班长，什么事儿啊？何叔叔有人找。何叔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利用业余时间给你施点牛粪，给你送过来了。哎呦，放上放上，
哎呀，有心！你们没有过境工作证，不能过来的。哎，知道。别给人编辑找麻烦。知道了啊，回去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回啊。兜给我拿进来啊。哎，好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走了啊。哎，再见，何叔。回见，何叔。你们赶紧离开这儿。是，是，知道。哎，嗯，那几个人都是天堂围的社员吗？不认识那几个肯定是香港菜农。他们拿皮尺那量什么呢？瞒天瞒地，瞒不过我冼广伟。何哲说他们在分田到户呢，把大队的地分给农民。对啊，分给每个户啊。那这不又成了资本主义了？哎呀，什么管他什么屌主义，谁抓到粮食谁是主义。何哲说这么干，那是要坐牢的。我们这边农村包产到户多的是，抓到了就算倒霉，抓不到算走运。再说了，人到那边分田到户，那鬼佬怎么会向大队汇报吧？真是太有意思了！广东的农民跟香港的农民一起种地，那边的地从古代就是天堂围的，后来香港租给英国了，这些地也就划过去了。但地契还在这边，农民就可以过去种，中英双方都是同意的。只不过现在要什么过境耕作证，只发给社员，咱们知青就没有了。嗯，哎，这要是发给你的话，就肉包子打狗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安静了，安静了，开会了，鼓掌！请赵继红同志把象征着知青艰苦奋斗、发扬革命传统的武器交给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青，由冼广雄同志接枪。哎，你慌什么呀？快快快，看到没有？快快快，接枪！冼广雄同志，这把革命的枪交给你，希望你继续战斗。说两句。对啊，说两句，说两句。赵继红同志，我们一定会继承您的革命遗志。您放心，我走了。天堂围，再见。还没有装完，快了快了，油加满没有？加满了，没问题，跑两个来回都没问题了。注意林丁洋上的天气预报啊，风力小于3级，马上告诉我。知道了。这个事儿不能跟任何人讲。嗯，抓紧装吧。好嘞。白天的搞什么名堂啊？我的时间不多了。阿进怎么办？你为他想过没有？我这么做正是为他着想。我一定要出去闯荡出个人样来。阿静跟了我一辈子，就得风风光光的过日子。
这是一个男人的本分，要是没这本事，你就别抠女。都是你自己的想法，你没有想想阿进的感受吗？嘘，你小点声。力哥，咱俩开始死党，不然我不会告诉你。这事儿千万不能阿静知道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最好还是跟阿静商量一下。再说你上次走不是也跟他说了吗？上次他差点把他急死，这次我还敢吗？不光是他，我也觉得风险太大了。再说你一走，他马上就会知道，还不是一样急死他？这次没有风险，只有保险。很快就会消息了，就这几天。怎么着？这次港督派专机来接你啊？啊？专机倒是没有，上次我坐过专列，这次啊，我有专船。什么专船？坐船可以直接到香港，我坐的。你这么一走，肯定会着急的。等我走以后，你就把事情告诉他，当然往好了说，让他放心。我一旦站住脚，就会托人捎信过来。事情有那么简单吗？哎，你这人怎么婆婆妈妈的呀？拱族的人不都这样吗？什么叫拱族啊？这种事只能朝前拱，不能回头看。我找你就因为阿静最听你的话，我说的话他根本就不听。哎，你说这就怪了啊！只要是力哥说的话吧，虽然不比语录好使，但是一句也顶一千句。去，他还拿你的话教育我呢。我看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不顶，至少我现在亲自跟你说不是没用。哎呀，我讲的，你跟他说有用就行了嘛。算吧，求你了，力哥，你这么跟他讲啊，你放心。孙满跑哪儿去了？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小点声，慢慢说。怎么了？刚才何书记找我谈话去了，我明天一早就有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阿静这个小八婆，她自作主张去找何书了。他们明天一早要把我送到县里寻龙机场，我这一走，起码一个月回不了天堂门。吓了我一跳！我这还不够麻烦呢？哎，你怎么有完没完呢？能让你寻龙机场，那就天天掉线别的事情。我们想也想不来呢。去，睡你的觉去，赶紧睡觉。当今社会是三件宝啊啊，医生、司机、猪肉佬。你开的虽然不是汽车，但拖拉机一样威风，知道吧？再有一个，这个名额来的很不容易，到了线上一定得好好学。千万不能辜负大家伙对你的期望啊！记住了没有？阿静，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听力哥的话。遇到什么事儿或者是不顺心了，还要受委屈，都要跟力哥讲。他比你甄大哥强多了。这还要你说？有。其实我这人命很硬的，何叔都说过了，我到哪儿你都该放心。我一路过关斩将，逢凶化吉啊！前两天我斩过碟仙。今天怎么了？好水多过茶，不就是去县城吗？等休息，我跟力哥去看你啊。嗯，好嘞，那就不用了，那就。哎，快走吧，再晚了赶不上车了。哎，何叔，哎，你对我的好，我永远记着的。哎呀，你小小年纪，哪那么多客套话？我说的是真心话嘛。认识你真算是晚饭，我命水好，你是我的贵人，一路顺风。这就交给你了，放心吧。当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，多看一看月亮，会觉得离他们近一些。来，祝福一下。
起出发。当然是心里最牵挂的那个人了。从现在到香港大鱼岛需要多长时间？顺风顺水，天亮前绝对到了。好，注意瞭望。是。何师叔，你今天选的航船时间真的太好，也没有浪，视线也清。我会算的。马上就要到香港水域了，划好舵。是。哎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一下。好。谁呀？谁？出来！听见没有？出来！何支书，阿伟，你怎么会在这个船上？何叔，别过来。县广委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是逃港犯。实在对不起啊，我确实不知道你会在这个船上。我在不在船上怎么了？你上一次搞得我差点把纸给丢了，你不告诉我你不痛快是不是？何叔，我没这意思，我只知道这条船是到香港换化肥的。我只搭个顺风船嘛！你这个衰仔呀，你把事情都给我砸了，我衰就衰在你身上了。何叔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希望你能放我一马。你运你的化肥，我走我的路。说的容易，你走了谁负责？闹了半天，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，你早就蓄谋已久，你早就想逃港。你不过是撤职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。阿明，把他绑起来，绑上，别动，你别过来。既然你说我是逃港犯，就别怪我六亲不认。阿伟，你不要乱来啊，把这家伙放下。我告诉你，船马上就要到香港水域了，等我办完了事儿，我再把你捎回来。这事儿就等于没有发生。不行，我必须过去。香港马会的人在大屿山等我呢，眼看到手的化肥就要泡汤了。我不管。何叔，今生今世，我只做这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会用一生来报答你。今天晚上我必须过去。你们干什么？返航？不准返航！船往前开，这我说了算。你要是敢返航的话，我就从这跳下去。跳吧，底下的鲨鱼等着你。我知道，泼水的人都知道，但是一样有人过海。那你跳啊！何师叔，我的脾气你知道，我说跳就跳。何师叔，水井，快到前面坐着。快去！力哥，力哥，红姐不在，这事该找谁去啊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阿伟出事儿了。刚才大队的人接到电话，说阿伟在县里失踪了，问我们他在不在知青点儿。你说什么？阿伟失踪了？嗯。他能去哪里啊？你知道他去哪里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知道去哪儿了？老君，啊，这事儿你先别跟别人说。嗯，我们俩出去找找他。走啊，走。证件。证件。出海证。没带。没带，没带身上。出海不带出海证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站起来。
他们已经走了。谁走啊？老师长，你们船长是谁啊？哎，我，哎，我来了，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来了，证件呢？啊，证件啊！快走，快走！来，何牧养啊！你们两个没问题了，他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谁啊？他，啊，他，嘿嘿，他是我们的修理工啊。这条破船老坏，这要维修啊，对吧？啊，他是有证明的。哎，证明。哎，这是他的证明。你过目。冼广伟，我是。哎，这顶上有我们天堂围大队的公章啊，还有我们书记的私章，你看清楚了。何牧养，你不就叫何牧养吗？怎么又出来一个？我是叫何牧养。哎，我们那个何牧养跟我同名同姓啊，当然了，人家比我厉害啊。你们偏航了，马上要到香港海域了，你们的船航行要靠向右，还有你们的这个证明有问题，明天带上这份证明和他的户口本上边防站报到，和今天的登记核对，否则的话我就要算你们这条船违反边境管理规定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走吧，开船，慢走啊。我也不赞成他这么做，不过他这次应该很安全，天不亮就能到香港。不用安慰我了，他迟早会走这一步，我早就有了思想准备。其实像我们这种人多的是，很多结了婚又怎么样呢？也不知道哪一年才能见到面。只是我不知道他走得这么快。他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？他让我照顾你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里了，但是我不需要。为什么你两个都还瞒着我呢？阿伟一直是这样，这次又是这样。对啊，真的失望透了。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这种好我不需要。还有你，力哥，我这么尊重你，这么信任你，为什么连你也骗我？说。阿伟逃港，他们一定会调查你，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比较好一点。是不是他们呢？来了，来了！何支书，快，帮忙！我没问题吧？绝对没问题，这是正宗的日本尿素，比你们内地产的强多的。哎，马会的人怎么没来啊？哎，那就说你放心，他们都是我们族亲。阿四，你们试水多深呢？咱们都是兄弟，这个见外了，好说好说。这单生意对中英政府来讲都属于走私，马会的人根本就不想卷进来，可是他们呢又特别喜欢我们大陆的稻草。我们这稻草非常对香港赛马的胃口，这个是比越南菲律宾的强多了。你们施的是化肥，我们施的是农家肥，对赛马健康也有好处，
香港的赛马呀，很久都没有吃到我们的稻草了。以后你们来多少，我们要多少。话是话了，下一趟什么时候来还不好说呢。阿四，我有事求你。说，咱们都是兄弟，不要见外。哎，阿伟，过来。快说。叫四叔。四叔。哇，那么高啊。哎，这个衰仔不想回去了，你给他找一个落脚的地方。 OK， 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爽快啊。谢谢四叔。行，你忙去吧。好了。喂，开工啊。快说。我行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是假的了，赶紧帮着把尿素抬船上去。嗯。吃完鹰了，要远走高飞了。我喜欢你这样的后生仔啊！我看见了你，就想到了20年前的我呀。来，把这拿着。这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本来是托阿四给我买东西的，现在你用得上，拿着了。这钱不能要。拿着。何叔，啊，我走了，你怎么办呀？唉。还接着当农民呗，有的做我是农民头，没得做我还是农民，没关系。哎，阿四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哦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哦，那么急啊？以后啊，咱们兄弟一场，以后的那个稻草我全包了。哎，你放心吧。啊，阿四啊。这是我侄儿，到了香港以后，你要像照顾我一样照顾他。哎，那个你绝对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对对对，阿伟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张维可以没有我，但绝对不能没你。赵书记，别在这边淋雨啊！赵书记，他怎么回来了？不知道了吧？政审不过关呗，就有多少风流，就有多少劫难。看你又怎么管我们。这下好了，咱们执行点啊，再也没有什么将军的儿子、农民的女儿之分了。大伙儿都一样。何叔，
让开，让开，何叔，何叔，何叔，我抓你！三郎，阿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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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敢胡来！你们出来干嘛？阿伟，不敢胡来！哎，把枪放下，我跟你们走还不行吗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伟，我犯了大事了。我走私化肥，分包土地，搞封建迷信，上级抓我是对的。回去，何叔，回去，听何叔的。走。何叔，阿伟。是领导还是你说吧？今天这个场合，你说。好，我就代表大伙说两句。阿进，今天这个场面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意外？很意外。我今天20岁了，这么大个人，第一次有人帮我过生日。我心里有很多很多话想说，但是，反正就是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为大家做了3年的饭，今天大伙儿给你做一顿饭过生日，你不应该谢我们，是应该大伙儿谢阿静，对不对？对。蛋糕是没有了，不过我们大伙儿用养育我们的泥土给你做了一个。来，拿拿拿拿。一只芙蓉，20阿丽。现在心中一定有很多美好的心愿，许一个吧。哎，快点许一个，许一个吧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。四十年前，红旗军号亮，您率领军农上井冈，创建革命根据地，星星之火燃四方。毛主席呀，您开创了中央工农。别叫我书记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是。但这个事儿，我必须得管一管。这谁的肉？谁的肉？有人要没有？你还管事啊？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，这个事儿我管定了。谁的肉？有人要没有？何书记，怎么了？有没有人要？我挨家挨户动员过，怎么还有人卖肉呢？啊？毛主席都去世了，你们怎么还能吃得下肉？有没有人性？英雄的忠义啊！毛主席呀，我宣布，阿爷去世，斋戒一周。阿爷去世，斋戒一周。阿爷去世，斋戒一周。你们小孩子们玩呢？哎，肉呢？今天是周日，怎么没肉吃啊？你这么没心没肺的，现在还有心情吃肉，还有心情玩？我们怎么了？
几天他好像失了魂似的，什么事情都做不起劲。阿爷随州，这比地震还可怕了，跟天要塌下来一样。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可生活还会继续啊，也许还会出现转机吧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这种念头想想都是罪过。可我们的日子已经坏到这个地步，不可能更坏了呀。